个公子仅有点眼熟，原来是朱一龙代言游戏里新角色，这就是命运，看来是一定要把恋女制作人李四个男朋友暂且放一放了。朱一龙代言的新游戏大概要磕上好一阵子，小笼包们即将开启自己与公子几个浪漫时光。话不多说，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游戏的界面，已经更新成龙哥了哦。新倩女幽魂昨日发布了当红演员朱一龙代言游戏的消息，一出小笼包们就纷纷尖叫着下载了游戏。除此之外，官方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，除了能够领取公子警专列车票，提前预约服务器角色，还能拿到限量版礼包。之前常常羡慕龙哥和白宇一起吃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和朱一龙一起玩游戏。这不，机会说来就来，龙哥不单单是代言了游戏，在场景里你也可以看到龙哥化身为平行世界传送使者的公子警，长发飘飘，身穿白衣，再配上绿色的竹笛，画面别提有多美了。鞠老师扮演的公子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温润如玉了。游戏的新服务器9月21日开启，拿到车票的小笼包我们会在这次的游戏旅途终结锁7个站点，预约人数达到指定的数量，就都会有一次龙哥所准备惊喜，连续一周的时间都能和龙哥一起度过。我上辈子是拯救了宇宙吧，浮生若梦等两个区已经预约满了，不过还开通了龙警察等专属服务区，还没有注册预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吧。先来的小伙伴可以抢先注册自己谁喜欢的 ID， 想一想上线后满屏幕的小笼包朱一龙场面也合适，很壮观了。对了对了，玩游戏的同时别忘了许你浮生若梦播出了，预约好服务器，拿好自己的车票，就该去看罗浮生了。千万不要让生哥觉得大家有了公子景就忘了他，沈威和面面的大型抢分现场不要再有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祈祷我们在游戏里的相遇吧。